谁说铜锣烧一定要这么复杂的制作饼皮呢？谁说绿竹笋就只有单调的一种颜色呢？具有丙级执照的洪秀丽和读餐饮科的女儿不时地发挥创意，变换食材与调味料的既定组合，迸发出前所未见的料理，绝对让你耳目一新哦。现代新书派天空对咱来欢迎这一位跟我一样永远都长不大的洪秀丽师姐。师姐你好。艾珍师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说永远长不大，因为童心未泯嘛，对不对？对对对。你为什么也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啊永远长不大的感觉呢？因为我有两个女儿，那两个女儿就是平常现在都已经大学了，那就是我们她是读餐饮科，然后我们就是在家里我们就会看食谱，因为她也很爱做菜，我们就会看着食谱，然后就是怎么样去改变那个菜色都会去变，跑到外面去吃，我们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回来也会做这样子。所以你是跟着他们一起在家里面制作各种就是很好吃的料理，很好吃，然后又看起来很精致很可爱的东西。哦，所以这样子保持一个年轻的心，对不对？对对对啊，那跟我不一样，我是靠看卡通影片。也不会啦。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料理呢？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法式的铜锣烧。哎呦，听到不？这个名称我一听我就很喜欢，感觉很卡通。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式铜锣烧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法式铜锣烧材料有南瓜四分之一个，玉米粒一杯，苹果丁一杯，素沙拉适量，葡萄干适量，吐司十片。哇，这个小朋友很喜欢，而且这个好像早餐也可以这样做嘛。对，可以当早餐，而且这个都是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很普遍的东西。好棒哦。来来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那首先要什么东西呢？我们先把那个南瓜烤熟。烤哦。好，烤熟是用烤的呢。对，烤的它水分不会那么多，就是哦比较干。对，比较干一点啊，因为我们要包在吐司里面，太湿了也不行哈。哎呦，原来南瓜用烤的好特别哦。对啊，我们烤完之后啊，哈，就是趁热，但是不要太烫，趁热给它捣成泥哈，就给它刮。这样子刚刚拿出来看起来很像那个木瓜。哦，刚刚忘记给大家看一下。好像木瓜呢。对，很像木瓜哈。嗯，对。所以，然后这，烤是连皮烤。对啊，我们刮的时候也很可以刮得很干净。对对对对对。好啊，我这里有烤好的。好，烤好的就是压好泥的，我就给它翻下来。嗯，趁热把它压成泥。对对对。这个南瓜是我爸爸种的，自己种的，然后我就想说，对啊，想说啊，爸爸自己种的，哎，要捧场，而且他会种得更开心。哦，谢谢爸爸。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玉米粒，南瓜加玉米粒也很合。这是都是非常容易取得的。苹果就是增加它的口感。啊，苹果切丁丁。嗯，然后葡萄干哦，好好哦，所以这个里面的材料也是随自己的开心，对，可以自己想加什么就加什么，对，所以这个感觉很甜，对不对？不会甜，因为我都没有加糖啊，它就是天然的甜味嘛，对，然后再加一点点沙拉，它会比较滑口一点哦。OK，来。做这个，来，这个交给我。好，我们就来，好戏上场啊！好，好戏上场，各位听到没？好戏上场，好戏上场就要一起。所以在家里面，就是跟你女儿这样一起处理，一起做。哎，好，他们现在都读大学，而且还餐饮科哦。一个对，一个是餐饮科。哇，那他跟你可以一起讨论，好棒！一起来。
好，来，没关系，就摆在这里。来，好，哦，还有面包，面包，嗯，这个就是适量放中间，也不能太多哦。放中间、哦，放中间，对。哦，是摆在这个中间，不能太多，这样子多可以了。可以再多一点点。哦，再多一咪咪，一咪咪。好，再多一咪咪。好。好，再来。给它盖上去。啊，好了，够紧的，给它盖上去。盖上去。嗯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玉米粒的罐头。嘿。好，我们给它打成中空，就这样子，在最中间。嗯。要对准。对准啊，不然馅会跑出来哦。哦，难怪那个馅只能放中间一点点，这样子它压得断哦，压得断，压下去还要转一转，转一转。哎，真的呢。那就拿起来，然后我们的铜锣烧就这样子。啊，好可爱，睡吧，好可爱哟。然后再来这样。一二三，好，压下去，转到确底。哎，有哎，有哎，转到底了，然后再把它这样子拿起来，翘起来，这样翘起来。哦，你没有压断。哈，我没有压断哎。为什么那个面包会转弯？啊？好了，那这个先拿起来看。好好，它是这个。再转弯，好了，来这个先拿起来看，先拿起来看。哦，这样子再把它弄断，对不对？对。然后呢？然后就拿起来，它就应该就掉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看，我这边这样是技术问题哦。哦，对，技术问题。真的是技术问题，那个可能就是你刚刚压的器具啊，为什么？你刚刚压下去的时候，边你可能有给它拉扯到。哦，就是你要扶着那个面包，不要让它动。对。然后，大家看到没有？那这样子是叫做铜锣烧。那这个我们就还可以拿来做些什么呢？炸面包皮。对，像我们这个给它剪小块，切成小丁啊。丁。我们有时候加沙拉，有可以加，那也可以当零嘴吃。哦，对呀，对呀，所以这个是不是丢掉的哦，各位？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用果汁机打一打，烤一烤，就变成面包粉。现在我自己再来感觉一下，这样就都不会。问题是出在哪里？转一转，我压到底再转吗？好，感觉上有碰到底了。好，那就转。然后再转，这个时候手扶着那个面包，面包不要让它跟着转。好。而且是转同一个方向。嗯，我刚刚左右哦，嗯，有可能是左右，它会这样。对，好，然后这个时候再把它，哎，成功了，这一次没那么难哈，成功了，哇，漂亮，成功了，漂亮。哦，对，我刚刚压下去的时候，我是左右转，嗯，不对，压下去要。顺着这样子转，对，它就好了。嗯，那现在这个怎么办呢？就吃了，这样也可以吃。那如果要煎一煎，就比较香。对，就是加一点点油，好，然后就下来煎，就煎到稍微金黄，它会脆脆的。好，那如果是平底锅，一次可以煎好几个，对不对？对，煎健康。哎，这个如果说中秋节赏月的时候。明年中秋节赏月，大家照这样来做。不要吃月饼了，就吃这个了。这个对，这个比较健康啊，哈。啊，这个可以亲子互动哦，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个可以起锅了，好吃。这个是地瓜丝，可以吃哦，可以吃它，超脆的。哦，超脆的。对，你是炸的还是烤？炸的。对啊，它不会软哦。应该放太久也会软吧。嗯，这样子。儿子，好酷哦！你什么时候炸的？昨天。这个也能吃，这个也可以吃。很好吃哦，各位。就是这样一点点小技巧，但是呢，就可以让它这个只是面包夹这个南瓜泥，就可以变得这么的有趣。难怪童心未泯。哦，赞。法式铜锣烧做法是：南瓜烤熟捣泥，加入玉米粒、苹果丁、葡萄干，素沙拉拌匀，
取适量的南瓜泥放在吐司的中间，再放上一片吐司，以玉米粒的罐头压磨成型。平底锅加少许的油，以小火将铜锣烧煎至两面金黄色就可以了。还只是小小展露一下身手而已，好，刚才只是序曲，那接着下来呢，又让你们很惊艳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就是竹笋调色盘，绿竹笋。哎呦，竹笋调色盘，有没有会让你很惊艳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竹笋调色盘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竹笋调色盘材料有绿竹笋12枝。红糟酱1汤匙，绿茶粉1汤匙，盐少许，咖喱粉少许，咖喱块1块，糖1汤匙，酱油1汤匙，黑白芝麻少许，素沙拉适量，黄豆酱1汤匙，辣椒酱少许，黑醋1汤匙。光看到材料就知道竹笋而已，但是调味料让你眼花缭乱哦，超热闹的，对对，超热闹的。好，大家要记好哦，哈，记好。好，对，来，再来，这个是我们这个是绿竹笋，它已经先煮过了，嗯，切下去，然后转开，它就是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对不对？对，到底下去之后到。底，然后呢？然后这个给它剥开，这样子一斜，然后这里压断，好就起来了，这样就压断。这个给它好，刀拿开给大家看。好，到底把它转个弯切断，然后起来就这样子。哎，真的呢。欸，真的呢，我们以前就用去完呢，一个剥，对，很费时。嗯，而且剥到最后那个变很瘦，笋子都脱光光了，所以剩下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了。对，然后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个因为它这里会比较硬一点点，把这个皮稍微削掉。稍微。才会嫩啊，这个比较粗，哦，比较粗的，对，所以你这个笋子好小，好可爱哦，就好嫩，对不对？哦，对啊，因为现在比较算是竹笋的尾巴了啦，比较不是盛产期。那这道料理你不是竹笋盛产期，我们可以买那个沙拉笋真空包的那个来做。对，可以，嘿，然后我们只要调成很多的颜色，那我们就切滚刀法。是。哦，好。那么，在东南亚地区比较容易吃得到笋，那在海外哈，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得要去买那个真空包的沙拉笋哈。对，那大家就照那个方式来做啊。那请问一下，如果是茭白笋产季，我们可以用茭白笋做吗？茭白笋也是可以哈，对，可以试试看哈。哎，好好好，那也是把茭白笋煮熟之后，也是这样切一块一块来试试看。嗯，好。竹笋调色盘啊，顾名思义就是很多种颜色变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是一道白色的，那我们先来做绿色的。绿色的要用什么材料嘞？这个绿色的菠菜。菠菜，错。海苔粉。海苔粉也可以哈，可是我用的是绿茶粉呢，抹茶粉。哇，真的特别哈，哇，特别，抹茶粉会绿哦。嗯，好，会绿哦，一点点绿啊，不是很绿，会像史瑞克那么绿。我们先下一点点油，好，然后竹笋下来，这个给你哈，这个炒哈，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巴，好。然后再把这个就是抹茶粉下去拌一拌，是我们吃的那个日式抹茶那个。对对，好，那这个这样就 OK。 好，用竹叶洗干净的竹叶，洗干净烫过。好，洗干净烫过。好，那我们这个就摆在这里。好，所以要换颜色了，是不是？对，再来换颜色了。这里就白色的就给它放中间。好，哦，到时候颜色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我慢慢再调色喽。好，好。
再来我们来煮红糟，红糟是红色的，哎呀太聪明了，聪明哦，马上就知道红糟是红色的。好，来开火哈，开火，火也不要太大，对不对？嗯，好，好了哈，是。哦，红糟先下去炒一下下，炒一下下，啊，那我还是要水来，好好。这样先调好颜色之后，我们再把那个笋子就可以下来。好，再拿一碗给你哈。这个酱笋就摆这边了。好，来，现在你就把红糟味道已经出来了，出来了哈。好，酱笋是你另外做的吗？对，我酱笋难做，对不对？比较费时。哦，它冰冰的又更好吃。哦，这个是红糟。哎呦，我够高追你，哎呦！现在要来做什么？来做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咖喱好了。好，咖喱好了。加一点水。我现在来这边忙着摆盘。对哦。这个是咖喱粉。嘿。啊，因为它有一点点辣，这个笋子。咖喱口味，咖喱口味也很好吃。这个咖喱这样也好了，家里的也好了，家里好了，家里面好了。来，这个要放这边好了，很快哈，所以再来一个，来，是红烧的味道，是不是？蜜汁啊，这个是醋。这我真的实在是很逊，居然讲那个。这是蜜汁的，蜜汁，这个是糖，好，这支哈，所以这个咖喱的，哦，还要一点水，来，这个咖喱的不说，人家还以为是马铃薯，对，看起来像不像？像，哦，那我就来吃一个咖喱的试试看，哦，怎么那么好吃？然后这个就炒，也是炒到收，嘿。收干，炒到汤汁收干，对不对？对 对, 对，它就入味了。然后炒到快要就收汁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芝麻接下来炒一炒，还要放芝麻粒，所以它有淡清淡口味，有重口味，有重口味，对，有辣味，有辣味，然后那个有香味。对，一二三四五六，六种味道。我还有，哎，真的是。标准的调色盘，我们大家就发挥创意，把那个清淡但是没有什么特殊味道的竹笋，可以变成各种各样。如果大家有办法的话，就自己发挥想象，对不对？可以变更多的花样出来。哇，真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诗句。沙拉再给它放去，最后沙拉再淋在中间的那个。对，好吃。竹笋调色盘，做法是将煮熟的竹笋去皮切滚刀块，热锅加少许的油，放入绿竹笋略炒，加一点盐，少许的水，再加入抹茶粉拌匀，成为绿茶笋。红糟酱加点水，入锅炒香，再加入绿竹笋烧煮入味，就成为红糟笋。锅中加适量的水、咖喱粉，再放入竹笋、咖喱块，烧煮收汁成为咖喱笋。起油锅放入酱油、糖、黑醋、水，再放入竹笋、黑白芝麻，煮至汤汁收干就成为蜜汁笋。事先以黄豆酱、糖、辣椒酱、盐、酱油煮过的酱笋和其他不同颜色的竹笋摆盘，中间的原味竹笋挤上沙拉酱，就成为美味的竹笋调色盘了。丝瓜、玉米、地瓜叶，这片种满当令蔬果的大爱农场，是嘉义大林慈院的一大特色。占地600多坪的菜园，提供给医院员工和眷属来认养种植，且为了响应环保，菜园实施无农药耕作，让员工体验农作乐趣之余，也能守护环境。
连根拔起还是要留？无爱就直接割起来啊。哦，啊根爱留着安尼啊。系啊。为落实环保减碳，大林慈院更是大力推行素食，并在今年三月开办了素食烹饪班，由人文室一手策划。烹饪班招生没有大幅海报，没有文宣，借着大林乡下淳朴的人情味，邻居朋友口耳相传，促逼就逃会一起来学做素菜，是让同仁知道说，哎，现在地球暖化这么严重，然后你一个礼拜可以吃七天，当中你可以吃一天、两天到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还是七天。那有些同仁就知道说，他太太不会煮啊，可是为了让大家方便上手，人文室邀约云家当地的乡基志工苏美如师姐来教些家常点心。苏美如不输给大厨的手艺和亲切的授课之道，让学员上起课来轻松又自在。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菇类的煎饼，香菇先爆香。孩子有时候都不喜欢吃那个菜，红萝卜啦什么啦，我们给他加进去，他都哦，好像姐蛋饼很好吃这样。师姐他们的亲和力比较强，那所以跟这些医师太太们的互动又很好，又很热情，然后又常常可以吃到免费又五彩缤纷的这些蔬菜水果或者是小点心之类的，那这些太太们都非常的开心。添加了再来米粉、胡椒粉的饼皮 Q 软咸香，再搭配炒过的多种菇类和鲜蔬，煎至两面金黄，爽口不腻的口感让人享受美味，也吃尽健康。谢谢。这项菜哦，我会变出这项的味道出来，素食袂用做清淡的，不会，但是伊变化做这项的，你食起你就感觉津津有味，佫如何食？哎呀，爱挖笑，但怎么讲？我觉得素食的烹调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那个菜有限，它比如说比较容易黄，比较容易苦涩。然后我来这边是看到原来蔬菜类或者是素食类可以做出这么多有变化的菜色，很愿意尝试。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来这边又实际食材也帮你准备好了，然后又实际的操作方法都让你知道，然后又有大家在一起啊，好分享那种快乐啊，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做素食给家人吃，如果平常家常的那个素食，家里的人一定不太爱想吃，因为他就会觉得是营养不够，来这边觉得营养已经蛮够的。甜豆一点点，我是非常支持。如果说继续下去，我一定会来。我可能我也会，都是吃素了啦。